狼开府的 Bangkok Kong 博物馆 Bangkok Kong 博物馆 位于狼开府他茂县，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文物与班钦文物是处于同一文化中。这些文物尽管造型纹饰丰富多彩，但文物遗迹依然保留着江县祭物品埋于地下的习俗，同时延续着在仪式中使用红文陶罐的风俗习惯。班钦国家博物馆，感谢您的光临，祝您参观愉快。再见。